松山鸭头在各大夜市是不可缺少的产品。位在花莲自强夜市的家传东山鸭头，吃路过的人都会被香味吸引过去的摊位。拥有注册商标的家传东山鸭头，选用 CNS 鸭品，天天换新油及细心卤制过程，是家传东山鸭头的三大新鲜保证。东山鸭头是在原起是在台南的东山乡啊，我们这十六年前的时候到那边去到亲戚家学的呀，然后就是制作过程很繁复啊，采买清洗穿烫这样，然后要卤制，然后我们产品一律都用 CS 优良肉品这样，是下午5点到晚凌晨1点，下午的5点到凌晨1点，有没有工作？没有，有啊，吃来买啊，没办吃啦，哎呀，该好吃啦，哎呀，系啦，谢谢，哎呀，我拢吃买啦。我大概一两个月买一次吧，是好吃吧，因为炸的东西我们比较不常吃，好吃，对，好吃。我问一下一般后面吃过的差别性，其实我没有吃过别的，就固定喜欢吃，对，你都常点什么？我常点那个鸭头，还不错啊，跟一般外面比较这样，比较香，比较有味道。谢谢你。我不会。嗯，他东西好不好吃？还不错。有每次都点强。就是肉哪一个？肉跟菜。人气商品有来店必点的招牌东山鸭头，以及可口卤味的米血、甜不辣、豆干等，还有嚼劲的脆肠、兰花干。皮脆内韧的大肠头，加上香气十足的葱汁，口感更佳。鸡爪、鸭脖子等多样化的卤味菜色应有尽有，欢迎到花莲自强夜市购买平价的家传东山鸭头。